数位类比信号的输入。那我们现在是使用金手指里面的 P1 的脚位来读取按钮的值，另外一个是可变值。那我们知道按钮的值是数位的，所以呢在我们的程式里面做法，第一个在 setup 里面把它设定成好，我们用 CDR monitor 来显示，所以我们频率定在115200，然后告诉系统说我们要用 P1， 它是 input， 然后不断的重复显示数位读取 P1 的值。好，我们把它写入，好，写入完之后我们开启 Serial Monitor 来看，它目前是0，按下去是1，放掉是0，那我们每隔半秒钟侦测一次，这样就可以读取数位信号。好，那接下来要展示的是读取类比信号，那程式也都非常简单，告诉电脑说我们要 set up 一样 Serial Monitor 来读取，那类比读取就不需要去宣告说我们要用哪一个脚位，直接去读取 analog read P1 的值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把它写入，那写入的同时我们把这个按钮改成好可变电阻，好，插上去可变电阻亮了，我们开启 Serial Monitor。 好，现在我们去转动它，移开一下，好，我们去移转动0，慢慢变大。好，我们在转的时候慢慢变大，好，最大到379多，好，379多，这样我们就会有类比的信号值，在 Arduino 上面你可以去应用。那再复习一下，我们用的是 analog read 直接脚位，那这个是用 digital read 脚位，这样就可以直接把数值读取出来，用这个好函数。